可能我一点点残疾，然后就没工作，在我们那附近徘徊，因为他有的时候很饿，他就不好意思直接要，他就在旁边站着看，那个让我们拿饭盒过来给他打包，打包到一半，男孩子就说够了，他说谢谢大哥，光头大哥没听见，直接还是把全部都倒给他了。那个人一下跪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起身从那个侧后方把他扶起来嘛，我觉得他们都挺善良的。别看他是个光头，然后就觉得他脾气不好之类的。他说出门在外嘛，能帮一把就是一把，所以我觉得很感动。